阿基在缆车上阿基，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老还早不就是在露馅车了吗？你为什么还那么悠闲的搭车？为什么？哎，坐那一他，瞬间我还以坐为我他，看错了。你打我干嘛？快跑啊！哎呀，瞬间跑！西瓜老公公，西瓜老公公，哎呀！哇！不要！这个惨叫，这个惨叫。我想说偷偷摸摸的，国妹先走啦，小心！丢他根本就一乱，吃他！哦，这缆车如果还射得动，很猛哎。对啊，飞刀可以把那弓箭子给小心，阿金你小心！为什么全部人都射不中你？你说话！哦，这个，哇塞！哇塞！队友都是开，哎。哇，一个飞刀！哎呀，我坐飞船，快跑啊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快跑起来！哇！哎呦，好可惜，哇，你杀死个人呢！哇，很可怕！哎，我们自己人都有被杀死，也算是成功。为什么一直我是杀手啦？你也太杀手也很好啊！这个速度太快啦！而且刚刚很好，你就是当杀手，然后大家都说是你，然后我就赶快把那其他人给杀了。对呀，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那杀影院。难过。对啊，超难过。开始要玩而已就没了。嗯，那只有当过杀手吗？可以。应该说你有当到职业吗？他没有那个。他没有那个加扯，稍微低一点。没有 YD。不是说稍微是。有事了是不是？啊！不然你干嘛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没事。什么东西没事？哈基上来了，哈基上来了。他是侦探。哈基又来的。哈基怪怪的，哈基怪怪的。杰克是杰克，他口气怪怪的。听起来声音怪怪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听起来心虚心虚的。哎，那吉吗？快点死了，我攻。那吉。哎，是那吉吗？好像是哎。那吉。真的是纳吉，真的是纳吉，一下都露馅，啊！没射到，他刚讲完呢，天哪！刚讲完，马上就是，快！有了，你有当到了，没有被霸凌，没有被霸凌。有没有当职业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画面已经叫我是坏人，原来我是预言家。哇，新职业杀手！小雨，你好久没当了。怎么我的坏人没了？哦，不行，这样小雨会有问题哦。小雨就是小雨了。该我了吧？我觉得就是该你了，该你了，就是小雨好可怜了。哎呀，小雨是三楼，我是侦探啦。等下露出工啊！好啊。露出你那个大把的东西啊！来啊！这么大，来哟！来啊，露出来啊！来啊！露出来啊！啊，对不起！黑黑的，有一个过来喽！那个上楼的吗？上楼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上楼了没有，但是我看到黑黑的。黑黑的，其实还蛮。我顾着前面的。不是那个穿，哎，是黑黑的人，对，好多黑黑的人，好恐怖哦！我有点害怕。黄色的，对，黄色，他超像没有个黄色的衣服，你知道吗？走，快走！黑黑的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不能点用过了？我很害怕。不能这样，我们是坏人哦。有一个说什么黄黄的什么的，黄黄的哪用啊？他吗？鸭子，黄的过来，啊，我没射到。你不要靠近。哪一个黄黄的？橘黄黄的，橘黄黄的。对，猛哎！剩一个，耶！哎，攻掉了，我啦，我射歪了，结果有一个打到平民。在上面，在上面，我跳出来了。我可以，哎，黑黑的，哎，真的是黑的啦，真的是黑的。哇，都是黑的，黑黑的，大开杀戒啦！那个拿地，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他？可恶，侦探做事啊！侦探死了，刚刚躺一推，再捡呐！啊，侦探你还想要开枪？来不及啦！怎么刚刚晃过去，看起来像那个？哎呀，
阿吉靠你了，阿吉，阿吉躲，别躲了，没有攻啊你，没有攻，没有攻，你没有攻去捡啊你，我等有人就等那个人牺牲，那你。他是在哪里？太坏了！太坏了！太坏了！飞刀！飞刀！哇！飞刀！好可怕！可是，啊，他来了！飞刀！哇！好猛哦！这个有六道，这个有六道。等下我会进去，等下我会进去吗？还是要再拉我一次？会进去，会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阿金也太猛了吧！耶！阿金有吗？有！哎，厉害！中南，我刚本来想射死小雨的，因为他看得到侦探是谁啊？对啊，我想说射下去我有两把弓。没有，你怎么一起死掉而已？一起死吗？一起死，我们就有两把啦。对啊，地上就有两把弓。哎，谁直接掉两把在地上？可是我刚刚金地买到的那个弓也没有分在地，不会啊，就是只有侦探的会有，只有一发，只有侦探，而且那只有一发箭矢，除非你要再捡十个数，所以侦探如果射偏了还要再捡，我在报时，不要不要，侦探是会一直射，他只是箭矢有 CD， 哎有尸体了有尸体了，哦吓死我了，小玉很可疑哦。我是侦探。你刚刚在那里跳一跳，下面有一个小雨。小雨是算是坏人，算是坏人，我才是侦探。他不是坏人，他其实坏人啦。你们两个都坏人啦。等一下，真的是两个都有问题啊！哇，真的，相信哈基，相信哈基，相信哈基是坏人呐。你屁啊！你一定捡十个的吧？我没捡到一个啦。哦，小雨有功，可是我不太确定他。哈基有功啊，哈基。音乐，是音乐，是音乐。石头人，我打了一个石头人。哇！你小雨真的是好，你说我吗？你是坏人？怎么了？怎么两个侦探啊？原来有啊，都有两个侦探啊！哎呀，哎呀！哎，哈记，哈记，不是两个侦探吗？白痴啊！我以为是狼人杀，两个侦探啊！笑死了，有那个哎，我以为，还有两个詹姆斯，一定有一个是狼扮演的，没有啊，两个啊，太扯了，哎，阿吉，你刚的遗言是有流氓打我哎，有流氓打，还想说把两个射死，至少可以杀一个坏人。结果两个都是啊，这两个都是。哎呦，有人熊猫，熊猫，熊猫，熊猫啊！啊，死了！我等了，死一个，死一个了，死一个。哦，哎，哦，来不及叫。哎，讲错了，来不及叫太大声了。哇塞，他也太爽了吧！阿基在那边干嘛？为什么他可以打僵尸？他打僵尸有尸体，为什么这里有尸体？他打僵尸。小雨这里有没有尸体？有中药茶，有中药茶有人啊！刚有中药茶，中药茶在上面啊！咦？快走远这里，感觉好可怕！这里刚开场死中，完了！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炸科。大哥，好了，马啾吧，马啾，又是马啾，又是马啾，哇！哇！来！我来！快！我可以讲了，我耶！好乱，刚刚他一上楼，看到你们这群，他刚刚对了一下，他被吓到了吗？对。我想说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尸体，然后你们都在那里，你们全部都杀手，太多了吧，太可怕了，加九，结果杀手不知道杀手是谁，这样更好玩。一群人杀了一个人，都没说就结束了，吓死了。小飞是杀手，好嘛，狂乱药水给你看，他每次都在这一关当杀手，这么刚好，怎么会？辅导作者，快打！失明了，小雨是好人，屁啦！你上次也是失明啊哟！
骗人。我马上和失明了。好，你是好人。失明了。我还听到箭矢的声音呢、啊，是不是想杀我？死了死了死了！刚旁边有一个那个、啊，有一个侦探，有一个微笑微笑面具的。微笑面具。微笑面具。我拿去买药水喝下去。啊，怎么下去？我说喝药水啊，你为什么不喝药水？你为什么不买？你很可疑，你很可疑。你快快是团团了，吓死我！团团又怪怪的了。不要走开，不要砍我啊！有种砍我啊！带种砍我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只有金锭哎、欸。上面、啊、他射的，他射的那个侦探射的。哎、欸，射错人了吗？射错人了，去捡去捡去捡。哎、欸，我没捡到箭矢哎。买药水可以干嘛？会有隐形哦，可以喝。会有隐形可以喝啊。辅导作者隐形了，辅导作者隐形了。然后喝了就死掉的水吗？哦、欸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喝了就死掉水。可能喝到一半的时候噎到死掉吧。噎到隐形了，有人隐形了。你看不到我了，团团。啊不，哎、欸，看到你了。什么？哪有可能？我还隐形。等一下，刚底下有东西是什么？哦，小小小小，看来是小雨啊！哦，小雨很久哎！哦，小哦，小英雄很爽的，就是他，好爽哦！真的很开心哎！好笑，没有杀了人还是笑人呢、啊？啊就，啊就死掉就啊！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，好笑！我这边有四瓶失明药水，救命啊！四瓶失明，快去掉钱啊快掉钱啊你差几元呢、啊？你差三元，那你还有酒啊？有了，三元，三元，三元，一二三元，三元，哎、欸，小雨还活着吗？我成第二了，小雨躺在地上、啊。我小心啊！哎、啊、呦，出去，你捡了一辈子也没用。他是不是拿南瓜派杀人呢、啊？拿南瓜派。哦、哎，这个厉害的，哦，他怎么死啊？他被射死了，侦探公射死了。对对对对，拿南瓜派都可以杀人，可以啊，还有羽毛也可以杀人呢、欸。不是南瓜派，凶哦，凶！你是冲过去的时候把嘴巴张开啊，南瓜派塞进去，塞进去，怪了啦，请你吃饼，吃饼吃死你，吃饼啦，你公子吃饼，换个烂饼。我看你还有一点饿啊。接硬塞，哇，哎呀，都没职业，我不喜欢这个职业啊！我也不喜欢、啊、杀手吗？我也不喜欢这职业、啊，农夫杰克，杰克的，杰克又是你了，他在叫嚣了啦，不是我了。你这个笑声，你这个回应，这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开下面的门哦，好，我开上面的。为什么要打开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杀手。你们打开，你们两个就是啦。我们来啊，验血啊！放下交枪贼啊！就他们两个来啊！哎、欸，包血啊！验血！来啊！验血喽！验血喽！我是我猜啊！验血，没验到，可恶！团团，我要玩，这怎么玩？团团可以减攻，就一定是好人。对啊。哎，不是你这边人太多啊！辅导作者，辅导作者，作者，作者，辅导，辅导。辅导，辅导，辅导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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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下来，活下来！上面还有一把，上面，哈基怪怪，哈基怪怪！验血，验血，验血，我有拿到箭矢了，我拿到箭矢！验血，验血，验血！我干我屁事啊？为什么？干我屁事！哈基怪怪，我当杀手，干我屁事啊？我不要，我要活下去！这一集哈基一定是他。对啊，不然为什么他不要验血？对啊，我不要，我怕偷血。我怕偷血，原来是怕痛啊！他杀人了，真的是他！他进过验血，他进验血，我不是，他杀人了，他杀人了！你不是还丢你的棒棒？我丢棒棒棍在吃东西而已。哇！验血了，验血，怎么验血成功啦？验血啊，金！验血成功，我不敢打车，不要啦，就是。